是我出发前的午餐，在台北车站旁边这些买的外带便当盒，要150元，那就先吃完它，等等再去搭高铁，应该是说先吃完它，等等去月台等车。吃完午餐，我要带着我的行李们前往南下的高铁月台，等等预计要出发去新竹。走，今天是在五车，所以先走去五车的月台。我们今天要去的露营地呢，其实是有提供新竹高铁站接驳车的服务，所以我们跟他约在就是高铁捷运站的4号出口。今天真是好日子啊，下大雨的天气去露营啊，各位，希望等一下上山的时候就不会下了。车呢是这台908。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两个狩猎帐，基本上呢，这一个其实是可以拿下来的蚊帐。然后因为现在是白天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卷上来。每一个帐里面其实就是有两张双人床，然后上面会有简单的灯，然后里面有冷气。都会附卡式炉。我们有买瓦斯罐吗？啊，他们在下面，要不要顺便叫他们买？打电话叫他们，打电话叫他们买吧。然后就会有这两个。谢谢老师搬椅子，自己在请我。然后这一堆是我们买上来的食材。冰箱呢，其实是在下面的区域，所以我现在要从我们的露营地走去下面的公共区域，也就是等一下洗澡啊的地方，厕所也在这里。所以其实睡这一帐是最方便的，因为它楼下就是洗沐，然后跟冰箱。但我们的位置也不算远啊，就是要走一小段距离，大概不到5分钟。然后这个是冷冻库，是冷藏备下来说拿我们的酒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